一般来讲，拢想讲嘛吼，咱的里面的印象拢是，确实是拢是隔壁吼的老邻居，啊，拢做咧一二十工，拢是迄个在做。那这样子的话，反而是对我们这个比吼，它就没有什么能够吼让它更进步的动力。啊，有这年轻人一礼拜一看的，比如讲咱的里，咱是需要什么物件，啊，他有那个理想，所以我刚刚讲吼，这个我们确实我们一定要给他鼓励。啊，重点嘛就是。咱陈阿公，咱的丁教授对我们的屏东做了贡献，啊，伊的囡仔，哦，咱讲是吼，一定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啦，所以我们对他是非常的有信心。啊，所以讲今天我们不只是来参加，我们也会全力的来动员，来帮助你。毕竟讲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家乡要好，那为了我们家乡好，我们确实特人才。咱都一定要从大家安尼共同来甲伊鼓励，啊来甲伊拍拼，啊来甲伊帮忙，安尼对无？啊，我是屏东县长参选人周春雨的助理小蒋。那今天很开心可以带来委员的祝福，因为他今天不在屏东市啊，所以特别交代我一定要出席啊。啊，小蒋人不多言，啊，然后小蒋就代表周春雨委员祝福国庭加油，要不要当选？谢谢。议员参选人梁玉慈。有很重要的理念想跟大家分享，其中第一个就是青年参政的努力，希望大家可以给予肯定。国庭跟我一样，我们的那个学历都是出身这个政治学、公共事务学相关的科系。国庭是中山公共事务所毕业的研究生，我是台大政治系。那其实青年对公共政策的投入，第一，因为年纪轻，人脉的脉络比较没有这么广，其实都有其困难性。第二，资源的投入，一般家庭出身，大概这个资源上面也来得比较局限。但是今天看到众星云集，我想这个会对我们国庭是非常大大的鼓舞。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对于我对于政治圈的观察，就是说我们屏东对于青年对于公共事务的投入的比例比较低，所以看到国庭勇敢站出来，一样投入我们地方基层的公共事务，这个是非常的感动，感到非常的同温层。就是说我们有青年志同道合，希望都对于公共事务来努力这样子。那刚刚也听到丁教授分享他对于环境议题、对于水源议题。其实从曹老师时代对于水屏东对于环境政策议题就非常大的深入的这个在推动，那我相信国庭在于这个环境议题上面，他所提出来自来水园区的这个愿景，希望开放园区，那我们屏东市有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典范，让大家，我想这个的政策，这个不只是里长级，这个是议员级的政策了，所以相信这样子的远见这样子的整个的条件当里长说实在是有一点太可惜了但是我们的共同一起努力，那今天也要预祝我们国庭能够高票当选。那大家想听我分享国庭小时候的事吗？我会来爆料但是国庭在他小时候就是小小的，然后都跟在老师身边，然后都问说老师有什么事要我做的吗？我说国庭帮老师收作业，开个窗户，倒杯水他是不会有怨言的，他是好事，就是他从小的特色。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特色会让他决定要出来参选里长真的是让老师吓一跳。那我跟他的就是再相会真的是也是很巧啦，才知道说透过同学的辗转才知道他要出来竞选丰原里的里长。那其实这边都是我们的学区那老师虽然不是住在丰原里但是老师会尽其所能告诉每一个我认识的人我所认识的丁国庭是一个怎么样的好孩子好学生我相信未来会在丰原里做出一番很不一样的事业那不管多困难的事情我们都会成为他最好的后盾。我们祝福国庭高票当选，谢谢大家。丁里长请他给我调。那其实国庭他从要参选的第一秒我就知道他要参选了当他有这个念头或者怎样，国庭想要来丰原里这边服务，那国庭说喊出了政见其实我这一两个礼拜都在追踪这件事情，那我也想办法跟自来水公司有通到电话，
那其实他们是真的蛮愿意的哈、哦，就是未来等一下可能看起来他总是呢，年轻人参政非常的不容易。那给他给你加嘛，其地方更多的可以来参与。那我也是这一次的新人啊，哈、哦，参选人文俊。那我还是需要更多努力，那期许的未来可以跟国庭哈、哦、当这行当这打拼。那公园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那我跟他这边走了三圈了哈、哦，那他自己可能走了十圈了。啊，在这边走呢，都可以感受到大家对过去的人选。过去服务的想要换新换新呐、啊，这是我行来上大的一个感受哦，就是想要换新的人，所以呢，这是一个上重要的，所以大家咱是咪搁替国庭加油一下，好不好？先讲，你怎啊来？你来，我跟你讲哦，安怎，所以吼、哦，我拢互伊放笑啊，我来咧甲扫街，伊拢在后边去用看咧，讲未来黎明要怎么做，我想这个是未来。但会走得康快，那我也希望我们可以未来呢，跟未来的县长哦，周县长小米姐姐，然后屏东市呢，可以继续有不一样的发挥。重点是我们要让新的来出头啊，那个。对，那跟丁老师还有罗婷也认识一段时间了哦。那刚才丁老师有提到哦，社上曾经邀请他来我们社上演讲有关水资源跟后续，哦，大家都听得那个津津有味啊，如痴如醉这样子。对，非常就是感谢哦，丁老师他那个两位平东的一个贡献，付出那么多哦，那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水真的是我们民生相关用水，真的是对我们来讲的话，真的是那个很多的一个知识跟常识需要了解的这样子哦。那自从认识国鼎啊，我就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为的青年啊。哎呀、啊，我还记得上次我来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他每次从坐火车回来。哦，然后买到快接近家的时候，看到那个自来水塔，哎，他就甚至期盼就说，哦，就好像回到家就那种看到自来水塔那个回家的感觉啊，哦，那这一次他很有愿景，哦，想要为地方服务这样子，我觉得非常好，哎呀、啊，年轻人够，哎，其实屏东很多年轻人都到外地工作了，哎，那他今天能够有很有想法，能够回来家乡为乡里服务跟贡献这样子。我们应该是要多多支持他这样子，好，那也预祝他那个高票能够当选，哎呀、啊，所以我这一九那这不到四十八档，从1913年啊，高雄那一个叫做一大区，那一个叫做竹寮区是这样，啊，现在去的是五柳水，五柳水水哈、哦，经过平顶哦，平顶啊。哦修别顶啊，别顶进化轨，跟搁在和平旧铁桥啊，你那一看，还搁一个三百米的共同里边上一路上来到安屏东水厂，所以经过屏东的机场，上往屏东机场吃，啊，你要再上来安家吃啦，所以安家吃啦有一个较早古的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以及水的储存的设施。所以我高伟先生啊，那个军人节那天我就提送了啊，这个所谓的文化资产的提报啊，要把它变成为文化资产啊，文化资产要来会使对来对央视啊经营。哦，我过来要啥？你当哦，我因为我未来到有机会见面啦哈，就是了，我就同做些用这种啊，咱发地我唔捌，这30几档啊，30-40档挂伫附近啊，放伫伊内底。要总贡献作水，我调查过后百年树啊，哦，有百年结着不掉，所以1937年要开始运作哦，所以大家拢有这个食着这个好处，所以这是上大嘛。我甲这个屏东标旗的市长这个连任啊，啊，这个陈县长以及我们周淑敏周县长也跟他们做报告，我说咱台南一乡哦，拢有一个叫做水稻博物馆。各位人到屏东都没有，所以屏东哪有超前部署，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变成这个水的啊这个博物馆，让大家能够去享受到啊这个这样的一个历史，以及也可以知道按盐水归回来啊，啊水按出来多红，我们不要因为去避免它说水源重地啊，一定爱开放啊，开放当然啦，如果啊信息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努力，所以最大的努力啊，就是我们要成立水博物馆，所以在这安
对，这个本园要本地化加进来哦，那我们这个民间的社团能够有机会哦，大家共同努力哈、哦，来促成这个小孩小雪呢第一个哈、哦、的愿望，与一些民族的什么啊这个世界我来一跨双跨去哈、哦，所以让我们这个水台湾呢、啊、能够啊、哦、大家相信哈，多谢哈，啊多谢各位亲家朋友啊、哦，来参加这个还有就是有关像是消毒水啊，或者是里面的环境整洁问题，这我们该怎么去做处理？在我们的那个赖，我们自己的一个赖的官方账号，哎，那我们就是第一时间民众他可以及时的，哎，提出给我们一些问题点在哪里，那我们可以及时的去那个地方去做一个完善的处理。像是上次有一个张爸，他就po出一个落叶的照片。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照片的时候跟地址，我们就可以及时的派人力去为那边的环境做一个整洁，那就是达到我们的邻里就是里长跟民众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些桥梁啊，一些那有人说就是名字对就是未来的工作可能有些相关，像我哥哥叫浩廷，那他现在在港务公司上班，对，那我呢？哦，我叫丁国廷，我会盯紧国家，守护家庭。大家好，叫我们就先开始闲置空间，公民休息。那大家可能不知道丰原里丰原里的地图，那我们这边就展示。那它的是从东边这边、西边这边开始就是广宽路，然后北方就是林学路，南边是林森路，到我们的沙蛇溪这部分。那我们的自来水厂在我们的丰原里的正中央，它占据了我们的丰原里三分之一的土地，然后它的东边它的西边是住商混合区，那它东边是住宅区，所以就会变成说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自来水厂，但是它总是围墙关的，让我们不太知道，我住在这边30年了，我不太知道说里面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对，然后，我们经过调查，就是我们有做一些调查，然后我们发现说，其实我们的丰原里的自来水厂，它有一个很大的那个闲置空间，像是这边有一个绿荫大道。然后这边有一个八角凉亭啊，跟水池造景。那这边部分的话，我是觉得可以规划成一个里面的散步步道。对，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散步步道，或者是一个景观的布置，然后供里面做一个休憩的使用。然后我们在这边也发现说，其实他们里面的有一些建筑，像是清水池这个建筑，然后集桶式。配水塔跟水道事务所办公厅舍，它是日治时期所建设的。那因为这些建筑物就是年久失修，加上自然的崩坏，就导致说，变成很像是一个废墟这样。那其实配水塔它这算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屏东的很大的地标，啊，也是在我们的自来水厂这边，然后也是丰原里很重要的一个地标这样。然后我们在也是像刚刚有说，就是我们今天也向屏东县政府的文化处，我们已经提报了一个文化资产的保存，他会把他的插头弄掉，你不能再说。那很多里面都会开始问啊，说我们开放了会不会造成一个水源的污染？那我在这边跟大家说，是不会的，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规在做开放的规划之后，我们会做一个很完善的保全系统，加上一个很大的围栏，不会让你轻易的进入到我们的还在进行的那个工程里面。对，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说，是不会造成这个水源的污染。那我的证件二，第一个就是我刚刚就是想要推广我的水资源的开放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的证件二，就是里民关怀的部分。
那李明关怀，那我在如果当选里长的话，我会定期举办的自强活动，例如春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两天一夜的这种行程，或者是当日来回的这种自强活动。那关怀据点，我们会举办一些各式的讲座，例如电脑的课程，就现在资讯化导致很多，现在资讯化很多就是一些民众啊，他可能不太会使用电脑。那我们这边就会增开一个电脑的课程，然后现在大家也对健康很有意识，所以我们在健康议题啊跟防疫的这种资讯，我们会做一个课程，就是一个讲座，让大家都知道。然后最后我们就是也会举办一些职涯发展等，就是让这些我们年轻的朋友，年轻的里面就是有知道说我们未来可以做些什么。那我们也会不定期的举办一些市集活动，例如二手市集以及以物易物的这种小型活动来增加里面的活跃。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政见三，就是双向沟通。那我们就是担任政府机关与里面沟通的桥梁。那我们在看有三点，就是第一点就是政府的资讯、政府的布达及公文内容传递。在这些资讯传递下来，我们就是会第一时间的去公布。我们会在我的这个我个人的 LINE 的官方账号及我们的 LINE 的群组，我会第一时间的公布这些资讯，不会让说有些他们该得到的这些政策，他们都可以第一手拿到。对，然后我也可以协助办理各类的文件，例如这种生育的补助申请。那来到政见四，就是部会互助，建立守望相助团队的维护地方治安。那我这边就是会，就我当上里长之后，我会成立一个守望相助队。那我会就是请他们就是维护邻里的治安啊，然后也可以提升里民的交流。然后我在建立团队之后，我也会维护公园里的整洁及水沟定期的清理，这些都是我觉得算是里长必须该做的事情。那这部分我是绝对不会懈怠这样子。最后一个证件是争取经费，灯亮路平水沟通，这算是一个很简单的 slogan， 就是大家都会讲这些 slogan。那我们要如何怎么做？我们要怎么强化里里的发展跟怎么提升的生活品质？那这些都是灯亮路平水沟通这部分的话，这也算是一个里长基本该做的事情吧。那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那我们会之后我们会向县市府啊争取这些经费。那我们会去经过敞刊，然后跟一些里民的告知说，哪些路段是比较危险的。那我们这边就会争取经费，然后我们会增设路口的监视器。那我们第三点，这个比较特别是，我们在水源街及林森路东山镇的二巷这条道路，就是这条道路是在水源街在旁边而已，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有空就可以经过看看，就是看到说，上下期间其实它是车水马龙，它是不能，就是道路很狭窄。就是它的道路其实就是不太方便。那这一点的话，我可能要就是回到第一点，就是争取自来水开放。那如果这边做了开放之后，我们的道路可以拓宽，就往后移，变成8米道路啊，或者是甚至到10米道路这样子。那人行道这边也是不变，这边就是要针对我们的第一点的证件那个自来水开放这样。那第二点，我们的林森东路东山段的二巷这一条路，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都市计划的那个使用分区图，它这边其实是一个公园用地。那我为了当上里长的话，我会向县府去争取说，这条路可不可以？因为这边其实也很多里民告诉我说，这条路太狭窄，其实常常汽车、会车不方便。那我们再就是争取看看，说之后可不可以可以做一个道路拓宽的情况。
那以上就是我的证件。